这里的沼虾胆子比较大，你在水里不动的时候突然就来一钳子，虽然不会流血，但也会吓一跳。鱼缸你就尽量不要养这些带钳子的虾，会把你的水草和鱼通通吃干净。虽然我不懂虾，但相信它们的味道一定会非常好。是真的非常好。还有一位好奇宝宝就是恒温蓝鳅了，虽然咬人不会痛，但他们对你的腿毛很感兴趣。这鳅其实有点凶，会追着小鱼的肚子咬，比较恶心，所以我一般不推荐朋友去养它。很容易饲养的品种，什么都吃，很喜欢钻洞，不怕冷不怕热，鱼缸也不用加盖子，但我还是会选择喜鳅，既温顺又能当个工具鱼。没错，它就是只剩龇牙虾虎。由于天性怕人，虽然体型小，但爆发力很强。快速移动的时候像闪电一般，宝岛台湾的鱼友喜欢称它们为闪电龇牙虾虎，或者是电光龇牙虾虎。但电光其实是另外一种虾虎，名字叫做西蒙氏龇牙虾虎。反正你抓它们的时候，就能体验到什么叫做电光火石。只剩龇牙属于杂食性，在野外就啃啃青苔就过日子了，但人工环境下能接受水虫、凤眼虾、沉底的藻片饲料。相对黑鳍龇牙，那家伙一点都不挑食。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在鱼缸里加一个造流泵，这样他们会活得更舒服。只剩算是比较适合新手的品种。不过有一点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只剩龇牙虾虎打架的时候，身上的金属色会褪去大部分，变成一条没光泽的小黑鱼。大部分虾虎打架颜色越打越好看，但只剩却是个例外。但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有些商家为了刺激购买欲，会区分台湾紫参、印尼紫参、菲律宾紫参之类。其实紫参就是紫参，没有分产地，只是品相有区别而已。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在中国生活的紫参龇牙爸爸妈妈繁殖了一窝宝宝，紫参跟紫菱一样是小卵型虾虎，繁殖的数量非常大，小鱼一周左右破卵而出，顺着水流进入大海。因为个体太小，只能吃很小的微生物，而大海母亲就有它们成长必要的食物。小鱼会在海里生活大概两个月，就会顺着黑潮。至于黑潮是什么，大家可以百度一下，然后在附近的国家登陆。而有一些去了印尼，另外一部分却去了菲律宾的话，剩下的可能就回到中国。那难道去了外国的 BB 就会进化成另外一个品种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只剩分产地其实就是为了把价钱抬高而已，所以不需要追逐什么产地来自哪里，只剩就是只剩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没听懂的朋友可以在弹幕里面扣个一。发现这个 B 说我又短又快，
那有机会一起野采切磋一下吧，赶紧加我微信，谢谢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养鱼遇到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给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请点个赞吧。感谢关注中国原生鱼，我是毛绒二叔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